分析看点，快乐大本营20周年盛典第四期《奇妙的1001夜》即将开启。超人气组合 TFBOYS 强势合体，唱新歌。会耍帅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金马影后朱冬雨、马思纯表演技。小拳拳，拳个拳头，拳个拳头。更有杜俊彤意外现身，好姐妹齐梦同框。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转转动摆动的旋律。郑若婷狭路相逢，意外勇士。和耳目之战，谁输谁赢？神奇高科技，凤凰传奇让妈妈团变得更年轻。妈妈，那个我们就随随便便的下个腰吧。啊！天哪！哎，我们几个人好像都不认识自己妈。张国强、MC 天佑破次元壁合作，喊麦到底哪家强？我是唐国强，国强我就强，谢谢观众们，大家来捧场。青春榜样李宇春携手天才少年，为梦想大声歌唱。在不知不觉中乱了牙，杨帆远航乘风破浪，要去惊讶天下。20岁的成绩单燃爆全场。我们生于1997年，今年20岁，是将在奇妙的世界里创造奇迹。快乐大本营20周年终极盛典，快来跟我们共度奇妙之夜。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度过了快乐大本营的1007。那虽然说是一个里程碑，明星资讯请关注新浪微博娱乐言。